军的狗屎运一生。太子本来就有姬妾十多人了，但是多年以来一直未孕。可王政君成为太子妃以后，一夜之间就怀孕了。王政君的公公汉宣帝知道以后非常的开心，自己果然没有选错人，还亲自给这个孩子取名为刘敖。汉宣帝甚至将这个孩子带在身边，亲自教导，为他取小字太孙。公元前49年，汉宣帝驾崩，刘氏继位，史称汉元帝。他先是封王政君为婕妤，三天后又升为皇后。刘氏本来就不喜欢王政君，当初那一晚也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，所以生下孩子以后就开始不搭理王政君了。刘氏非常宠爱傅婕妤，在他生下刘康以后，甚至还想废了王政君的儿子，立刘康为太子。王政君和儿子因为这件事情整日惶恐不安。这个时候，王政君的最强辅助就出现了。刘氏在重病的时候，亲密大臣史丹的到了探病的机会。在刘氏一个人的时候，史丹大哭着对刘氏说，皇太子立嫡立长的规矩已经有十多年了，天下没有不归顺太子的，现在突然流言四起说要立刘康为太子，举国上下为之担心，要是真的废了太子的话，公卿群臣必定以死相争，不如现在就赐死臣吧。汉元帝一向仁慈，听到史丹的一番话后也非常的感动，便采纳了他的谏言，刘敖的这个太子之位算是保住了。公元前33年，汉元帝驾崩，刘敖即位，王政君摇身一变成功成为了皇太后。也不知道是压抑了太久还是怎么着，王政君开始放飞自我了。王氏一族硬生生的出来了五侯十将。他先是封了兄长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，同母的弟弟王崇为安成侯，后来又同日封了五侯。王家一门人靠着王政君的关系全部都升官发财，王家彻底掌握了汉朝的命脉。由于刘敖一直没有子嗣，所以对于立太子的问题也是争论不下。此时刘康的妈妈傅昭仪贿赂了大臣，让大臣推选他的孙子刘歆为太子，再加上飞燕何德吹吹枕头风，刘歆最终被立为了太子。之后刘敖被赵何德掏空，在他宫中暴死，刘歆成为了汉哀帝，王政君也成为了太皇太后。外戚专权致使王莽篡汉，砸碎传国玉玺，终究无力回天。王政君的精分的一生有多悲哀，刘歆登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挤这些外戚势力，以此来巩固皇权。王氏子弟举荐的官员也基本都被罢免，就连大司马王莽也被驱逐到了京外。不过王政君的富贵命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刘歆也想像刘敖一样，没有生下了一子半女就挂了。王政君得知了刘歆死讯后，立刻带领王氏子弟控制了皇宫，拿到了传国玉玺，立了9岁的孩子为汉平帝。王政君开始临朝称制，王莽把控着朝堂。王莽非常懂得怎么讨好王政君，也知道王政君不喜欢在宫里憋着，于是就举办了很多的外出活动，更是抓住了王政君厌政的心理，暗中将大权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。没过几年，汉平帝又死了，王莽便选了2岁的孩子作为皇帝，更是直接篡汉建立新朝。后来王莽让安阳侯王顺去向王政君索取玉玺，王政君听明来意之后，怒骂他们忘恩负义，猪狗不如，还说自己要拿着这颗玉玺陪葬，你们注定得不到他。此时王顺却说，事到如今，您说再多都没有用，我们也是好话都说尽了，传国玉玺王莽是一定要拿到的。太皇太后真的打算到死都不交出玉玺吗？王政君知道王顺这是要威胁他，于是怒气冲冲地取出玉玺砸到地上给王顺，玉玺还被摔碎一角。王政君说道，我已经快要老死，还能做什么呢？有你们这样的兄弟，我们王家怕是要被灭族了。王莽顺利拿到玉玺之后，就毁了汉元帝的庙，把汉朝留下来的制度全部都毁了。其实早在王莽篡汉之前，王政君就曾怒骂过王莽忘恩负义，可是他除了生气怒骂又能做什么事情呢？对方早已大权在握，这个权力还是王政君亲手交到他手上的，王政君也已无力回天了，做再多努力也改变不了什么了。所以与其说是王莽篡汉，倒不如说王政君才是那个压倒西汉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始建国5年2月，王政君逝世，享年84岁，与汉元帝刘氏合葬密林。王政君的前半生一直在将汉朝推向深渊，他虽然可以带给王氏一族兴盛与荣光，但他不能允许汉朝几百年的政权毁于一旦，更不能允许自己做那个终结汉室的罪人。所以王政君在最后也一直努力救汉，可惜汉朝灭亡早已成定局，王政君终究还是留下了一生的骂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啦。